Hello， 我是 Eric 林桂贤，是今年 HKDI 的毕业生。大家好，我是 Leslie， 今年有23岁嘅，今年就毕业嘅，咁就读喺呢个 HKDI 啦，咁啊读呢个 High Diploma in Fashion Branding and Buying 嘅 Buying Stream 嘅。而呢一科咧，最主要就是怎样去管理呢个品牌啦，一个时装品牌的设计啦。我觉得 fashion 嚟讲，其实系一个对于自主身体的一个可能一个扩张嘅一个东西啦。其实唔单止系衬衫咁简单，成个 branding 啦，都是一个很有 system 的一个事情嚟嘅。High Diploma in Fashion Branding and Buying 就比较多元化少少啦，可能例如会读可能 PR 都有嘅 ，VM 又有嘅。或者甚至乎 event planning 都有嘅，咁其實可能令我之後可能諗嘅方向或者出路都會比較多少少多元化啦。